Ask me why I summoned to.所以我白就是空在我脑子里就是空在那里，基本上就是，就想象中间一定要胸有成竹，就是你画之前，对，如果没有名的对，那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描，但通常还是应该有一个。有一个孔，看就是轮廓比较好一点，不会做太多。这个是鼻子，这个看现在可以看出来是吧？然后就是屁股这里，但是把它圈死了的话呢，也不好看。所以要他那个观众有那个想象的空间去弥补，因为很刚好到就行。点到为止。好，一个，就是要画到最少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前额也比较宽，所以。耳朵比较大，这种淡绿，这里有鼻子，这里没有鼻子。用黑的去把那个白的地方衬托出来也是吧？这样就不用去画那个边，就是留出来。白的就不用。对，就是把那个用它的黑的这个部分去衬托，就这意思。什么？然后呢，再画点背景图。然后现在把这个卡放上去看一下效果怎么样，或者我们把它 mount 到这个上面去就好了，就这样。现在就教你怎么裱，好吗？把它裱上去。